Hello，大家好，我是盖尔雅思 Lawrence 老师。今天呢，穿的比较休闲啊，很多那个同学说你为什么穿的这么正式去录视频啊？穿休闲一点也可以。如果大家觉得喜欢看我穿 T 恤的，比较休闲的 casual clothes，大家可以给我点个赞啊。好，最近呢，很多同学去考试了啊，就是考雅思，我们得到很多的一种很好的 feedback。当然呢，也有很多同学呢踩到了雷啊，有一些雷区，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去介绍一个概念，然后今天呢跟大家去介绍一下什么是 Part Zero、Part 零。好，大家都知道 Part One 呢，考官就会问答一些关于你自己的一些问题，对吧？比如说Where are you from？What's your full name？还有你住在哪儿？Do you live in a house or apartment？啊，在英国就是 Do you live in a house or flat？这个呢，大家都会准备。However，它还有一个 Part 零啊，Part 零的时候就是当你刚进去的时候，他说 Please take a seat，What's your name？啊，然后他就要你的 identification card，就是你的 passport。May I have your identification, please？这时候并没有进入到 Part One 的考试，那很多同学就比较紧张啊。好，给他这个护照看来之后，Where are you from？他想问你啊，你是来自中国吗？你是来自哪个城市？中国？OK。但是很多同学以为直接就进入了 Part One 的考试了，他就开始把之前准备的所有东西哦、oh,，I come from the capital city of Beijing, and when Beijing is a very famous city, there's a lot of ancient style and also modern building, contemporary buildings。然后就开始说，考官说，Oh no no no, OK, it's OK, you're from Beijing, OK。然后把护照还给他。这个时候，整个这个动作是 Part Zero， 也就是说，大家没有必要特别紧张的，在 Part Zero 的时候就把你 Part One 的准备的三四句话，啊，像背的东那个东西一样。去讲出来 ，OK。如果你这样的话，反而给考官一个不好的一个印象，所以这个雷区大家一定要避免，不要踩到 ，OK。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关于雅思口语的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或者找我们的客服啊，直接可以报我们的非常有效的一对一或者是小班的课程。Good luck with you. If you need any help, please let us know. I'll see you next time. 雅思思培 ESL 我们的九分名师团队竭诚提供权威服务。扫描视频二维码，Angel 和小客服恭候您。